街坊邻居都说行，你说不行。行了啊，气质啊，人都上来了，服装都上来了。对，关键这是个言谈，我得教教你们。30多年的同学没见面了，第一次见面啊。嗯啊，假如啊，我们两口子就是你的同学，第一次见面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来来，谢夫人来的啊，谢夫人来啊，来。嗯，咦，大美丽，哈哈，好久不见，啊，你好，大美丽，好久没见，啊，站住。干什么呀？你不是好久没见吗？好久没见就没见吗？你要干嘛呀？你要，不是你刚才亲我媳妇儿了？我你媳妇儿我可以随便亲，我媳妇儿你可不能亲。我给你做示范。我怎么你接着来？你还去不去了？啊，来来，大米粒，这位是，这是我在国外发展的老公。哎呦，国外发展，长得很帅嘛。好帅啊。你好你好你好。在哪儿高就啊？在国外高就。啊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在国外干物业。朽木不可雕啊。你忘不了你就是个物业的是不是？我本来就是干物业的嘛。我告诉你，到了这种同学会，你尽量不要说话。哦，如果说话的话，你就说外国话。对，说啥外国话呀？我教你啊。啊，不管怎么问啊，你就一句话。啊，注意啊，跟我学啊。阿古勒 A， 阿古勒 B， 阿古勒 C C， 阿古勒 D。阿古勒 A， 阿古勒 B， 阿古勒 C C， 阿古勒 D。哎，不是，妹夫，这啥意思啊？我哪知道啥意思呀？你放心，那个国家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哎，再来一遍啊！再来一遍啊！达米利，达米利，不要不要，校长，拦不住了，这还。这位是啊，这位是我在国外发展的老公。哦呦，长得很帅嘛。哦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在哪儿高就啊？培训下，我大姐夫都会才艺展示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这行了，这什么才艺展示？这还让人活不？啊，不就是参加个同学会吗？你看你们给我们俩折腾的，你大姐本来挺好的，弄得跟个蓝精灵似的。为了你呢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不就参加个同学会吗？至于这么装吗？那不为了你们好吗？好心当了驴肝肺。哎呀，你们是去干嘛去啊？参加同学会。现在参加同学会就是得互相比，互相攀，还怎么着呀你啊？那就是个秀，那就是个舞台。就是，干嘛非要装啊？哎呦，非要装啊！我告诉你们，第一次我参加同学会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两口子一样，素颜，什么都没装，我去的，那是受尽了屈辱啊！后来我就装，我次次都装。一直装到现在，你猜怎么样？现在同学搞同学会都不叫我了。你知道为啥不叫你吗？我成功了呗。成功？你拉倒吧，你还成功？干啥呀这是？啊，同学会是个挺好的事情，过去没有这个条件，对吧？现在科技水平上来了，大家多年没见了，是吧？好不容易联系上了，30多年。彼此之间一种想念，一种感情的叙述，一种回忆当年青春的感觉，跑那儿去争个高低贵贱的有意思吗？对，老公说的对，我们就不装了。
我们是啥样就啥样，装什么？是啥样就啥样，干什么玩意儿？装的这个，拿走，拿走，拿走！哎呀，呵呵，这是我媳妇儿，这是。我跟你说啊，咱俩不装啊，对，咱俩就这么去，没错。我就骑着自行车带你，咱不嫌丢人就行。丢啥人呢？你要是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啊，肯定我那些同学可羡慕我了。那为啥羡慕你呢？那当然了，你想想啊，就我这驼，一般人能驮动我吗？我明白，咱家自行车结实。啥自行车结实？我是说你好，你好，我就好。赴死去吧，哎呀，老公啊，不听人劝。我觉得大姐夫说的有道理啊。有什么道理啊？以后咱俩也别装了啊！再去参加同学会，咱不开车，咱也骑自行车去。骑自行车？那我也驮不动你。我也不用你驮呀。怎么的？你驮我呀？你想的美，我蹬，你搁后边跑，我好你就好了吗？